筹备了十几年的电影，然后对。哦，可是这样看起来好像应该是没有舞了。最近没有舞了，因为连那个续集都不拍了。对啊，不是说还有舞啊？还有舞？不是。有没有我就不清楚，但是一定有些是没有的。他可以换人啊。也不用抱怨。对，有些还没看到。换人演，如果要是续集，反正也不会，应该也不会换人演，我觉得就演完好，可以换新的。那如果再筹备个几年，反正他可能三五个小时也是看不出来的。我觉得可能 N 年后会有新的副手的那个潜在。对啊，因为都印象已经太深刻了。对，而且现在重点是他们都还没打完，因为有些还会拍啊。像鹰眼那些，好像之后也要拍连载嘛，对不对？鹰眼都落掉了。可是这次要戏份超多哎。真的啊，日本那一段就睡莫名其妙。我有一个，还特地用日本的，不知道场景还是地点。但我觉得那一段很冗。我觉得那一段可以不用拍。感觉好像很强一样，就很加十一点，很弱掉。
那个小姐啊，欢迎上号，拜拜。拜拜晚上我们有东西，所以就自己换灯泡。用煎的，然后再。